鬼谷子绝篇第一小节，凡觉悟必托于仪者，善其用福，悟其用患，善至于右也，终无惑偏。有逆焉，去其逆，则不受也。机之所托，若有利于善者，引托于恶，则不受矣，至疏远。故其有使失逆者，有使迷害者，此是之失。为人处事，凡出谋划策，决断事物，必是心中有疑难之事。善于决断，就会带来福利；不善于决断，就会带来祸患。做出决断前，要先诱导出对方的实情，行动起来就不会有疑惑和偏颇。为对方决断，要对其有利，如果对方不能有利，就不会接受，这要借助于奇迹的使用。如果决断总体上有利于对方，但暗地里对其有所损害，对方也不会接受，反而会使双方的关系疏远。所以做出决断而不能使对方获益，甚至使对方遭受祸患，都是决断失误的表现。